婉华，李婉华，李婉华是我妈，你干嘛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？你姓什么？你管着吗？你姓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你不是姓王吗？你才姓王呢。那你姓什么？我上次吃饭的时候就告诉你了，你已经输了。本姑娘我姓唐，唐豆豆。干嘛？今年21岁，上大三。本姑娘今年上高七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要再考不上，我废了命。啊！老王没关系，我在这呢。唐豆豆，唐豆豆，停工！是你的老板，我命令你停工。你是我老板？对，我是谁呀？你认识我吗？你我你我来，我的来俩人，送医院去。起开，起开，唐总，没事吧？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啊，管他是谁啊？他是我老板。把他给我拉走。老板，这是我们老板。别停！我走。别动！我告诉你们，他真是老板，你们知道吗？不就想要俩钱吗？请过，请过来几个人，送医院。我想问一下，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唐一品的病人呀？哦，他在2号监护病房。哦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豆豆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是医院，前面干嘛了呀？我找人来了。不是，这是医院，这是。哎，不是，王老师，就看你家，你家不孝顺，我们这干的主要是了解，不是。唐总。嗯。豆豆。啊？豆豆，干嘛？豆豆，还拆迁呢？您这就是强拆，弄成这样都是罪有应得，还拆啊？啊？哎，什么呀？老师，干嘛？他吓着了。唐总，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家的事儿。让您受了这么大的罪，躲开！豆子正在准备高考，你掌握分寸。豆，好，那好，再见了啊！豆，对不起。豆，豆豆豆豆豆豆，啊！哎呦，老师，他刚才老跟我。这是干嘛呀？这是我们家门口那个挖掘机，他还要接着拆。走走走。啊？那这个呢？这个就是可能要爆炸拆除。爆炸？啊！快走！快回家。
今天外头的阳光可真好。悠悠，把你妈的那些尿布拿出来晒晒太阳，见见光。得嘞。哎呦，姥姥，您别擦了，您擦的再干净啊，这也就两三天功夫。等高考一结束，一恢复施工，您24小时拿着吸尘器也来不及吸。哼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个老板的前后态度，怎么突然就来了个大变脸？人拆迁办不是说了吗？人开发商啊，是考虑到那些高考的学生们。哦，一开始不知道为学生着想，还时不时来闹事儿。那天事情闹大了，突然为学生着想了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哪个学生的家长起了作用？姥姥，您想从这里面挖出点什么信息啊？我倒真想挖出点信息呢，好让咱们那个全面停工啊一直停下去。您就别琢磨了，我爸不是说了吗，辞职专门做家教，到时候啊上午一波下午一波，晚上还一波了。别拿我逗闷子啊。是是。嘿，你说你啊，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，非得到什么周转房旁边当点家教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不靠谱。是不说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社保呢？档案呢？呦呦呦呦，这事我还真给忘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说你这萝卜呢，真是坑。我坑了老婆吗？他让我给你们家做拆迁工作，我不干，他说我吃里扒外，他们脑子才坑了呢。你说我跟你是你应有应有。当然应有了，我告诉你，当时要不是在医院，你信不信就那姓孙的腰又没事了。哟，间歇性的。哎呀，装吧你就。哎呀，给我点的啊。哎，先生你好。这是晚华服饰吗？对。哦，您是要定制服装吗？不不不，我随便看看。啊，那你好好看看，我们这里的款式很多，啊、而且面料是从国外。哟，尤老师来了。尤老师怎么来了？贵客。我这附近不有一个什么教育中介吗？啊。拆迁周转房，我看那边有什么补习的生源。啊啊。给你点。哎，那尤老师，啊，到时候您学校那边怎么办呀？还没想好呢，到时候再说吧。真是，那也太远了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无所谓。我以为说服装店就是买点服装在里边摆一摆就卖了。原来你这儿啊，每个人都有设计。对呀、啊。而且都是手工制作。可不嘛，要怎么叫高级私人定制？那你这都是手工自己绣的？是啊，自己绣，不自己绣怎么办啊？嘿，真是高手在民间啊。啊，我这个在高手眼里就叫粗针大麻线，没办法，维持生计。万花，哎呦，哎呦，尤老师在啊！对不起啊，尤老师，那个，你干嘛来？今天不是豆豆高考吗？我想着我得到学校给鼓鼓劲儿，打打气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什么事，我走了，你们接着聊吧。哎，成成成，不用不用，你有用。人家都说不送了。那不是我去了去了，转了一圈没看见豆豆，我呢就顺道来你这儿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为了豆豆的高考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的。哎，
就我跟唐一品请豆豆吃那顿饭。当然，这钱小事儿就不说了。王大寿，我告诉你，你跟人合伙做生意是做生意，别跟人走太近，更不要带着豆豆跟别人吃饭。哦，行，这个我一定记住。小飞龙吃醋了，我没有，罗爸，这都几点了？八点多了。我们第一次在一起。那你到家不得半夜了？没事，大不了我住这儿呢，奶奶啊。真是。我们奶奶不着急，将来拆完迁，您还回迁吗？回来呀，这离学校多近呢。你们呢？奶奶，你们要是回来，那我们也回来，到时候咱们还当邻居。奶奶，你知道吗？咱们这的沙盘模型我早就看过了，咱们将来住的是塔楼，两个电梯，八户人家，还有电梯呢。啊，到时候啊，咱们这些老邻居还住一起。那我们家得住北边，北边朝阳，我们家有病人。住北边？啊，北房朝阳啊。咱们住的是塔楼，北边常年见不到阳光。哟，那你住北边，咱们还挨着住。从小就挨着你们家，我坚决要求换一户。到时候让你爷爷跟苏大妈当邻居多好。哟，那老萝卜当初还追过人苏大妈，人苏大妈没乐意。真假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知道什么呀？你那时候才多大呀？到时候咱一家住东边，一家住西边，多好。哎，那朝阳那边给谁呀？我跟悠悠啊。呸！你们做你们的黄粱梦，别捎带上我啊！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嗯，不是，哎，我算明白了，合着你今天上这儿来，是你爷爷让你来打探这件事情的吧？不是啊，不是你说让我背东西。就闭嘴！哎，你说你这孩子这么晚你还不回家，你爷爷他不着急呀、啊？这么晚你还不回去，明天还怎么上班啊？是啊，他把他们老板炒了。真的啊！他们老板唐一品绕他到我们家做卧底，小萝卜不干，人家就说他吃里扒外，他脑子一空就把工作辞了。仗义吧？行啊你！哎呦，怎么着？37.2，有点低烧。啊，送医院吧。等等。再观察观察。这八方街的环境越来越没法住了，我受得了，你们娘俩也受不了。你们娘俩受得了，迎春也受不了。哎，为了这拆迁，该做的咱们全做了。可让我这么走，我实在是不甘心。这可是180,000的家业呀，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。别不甘心了，人都活树磨死，换个地方住也挺好。人呐，是你的呢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打出活人脑子来也到不了你手里。起步走，
很好啊，没事，是吧？没问题吧？今天考什么科记住了？哎，枪给打错了。啊，一会儿你可注意。对。哎，豆豆，哎，豆豆，这儿呢。嘿，你吓死我了。哎，豆豆。哎，尤老师，尤老师。哎，你们来了。豆豆今天的状态不错呀。天好，今天好，大太阳，幸运。这话题转的也太快了啊！我怎么转移了？尤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哈哈。学生最紧张的时候，其实是我最放松的时候。我反倒不忙了。我也来看看，感受一下高考的气氛。尤老师给咱们镇场的，肯定没问题。是啊，哎，没问题，你们准备进去吧。啊，赶紧检查一下，什么铅笔、钢笔，还有橡皮什么的。啊，还有没有了？啊，怎么了？我叫不紧张，工作特别忙。走了，哎，喝水。哎，少喝点啊，我们进去吧。喝口，也别喝了，别喝了，拿走，紧张，不让拿，那就喝口，不喝，喝，必须得喝，想着进去上厕所啊，哎，上厕所，哎，别忘了上厕所，哎，行了，这写会写的，管得太细了，你别那么紧张啊，没事，我不紧张，你比我紧张，你就是比我紧张，我一点都没紧张。我告诉你，哎，当年我高考的时候要这么大场面，啊，我也得紧张。就我那心理素质，考八回也考不上。我就说你比我紧张吗？那这么大的场面，谁不紧张？我都身经百战了，我有什么紧张的？还不是我替他考了呢。这紧张的气氛啊，全都是社会啊、家长啊、老师造成的。打一上高中，就跟孩子说。说高考特别重要，就是决定人生命运的鬼门关。它就是鬼门关嘛。是。不管你高兴不高兴，愿意不愿意，全都从这儿过一回。你听这谁不紧张啊？喂，哎，谭总啊，现场的机械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你下令开工了。哎，等着，我这正考试呢。因为我们家游泳啊，高考之前我一天都没给他补，你知道吧？不给他压力，是吧？让他放松一点，你考就考过了嘛。啊，真的啊。那你说他这数学能不能过了那分数线啊？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他这么放松，他发挥的还会比平常更好，超常发挥。你看，你等着回家给他做好菜好饭给他补嘛。真的，这些人太辛苦了，真的。我首先得给您家做一桌好菜，谢师宴，我请您和全家到我们家去吃饭。哎，谢师宴，我哪有时间啊？你瞧我们家那情况。哦，对，是给我提醒了。那这样，我和豆豆上您家去给您家做一桌谢师宴啊，就在您家，好吧？我们家那儿都已经拆烂了。必须的，那孩子也得知道感恩。是的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对题归对题啊，别太吵太闹啊。哎，李阿姨，这怎么又来了？这是？跟他打一招呼，在这摆着挺好的。对。行了，走了。上去就下去。老板，老板，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去？我就在来干什么？啊，我要见大妈。见什么大妈？我现在见着你就烦。别，孙总，我知道我错了。那天我真不认识那是唐总。我要认识，您说我能打他吗？不是，这不是，你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给你什么机会啊？我给过你机会，你抓住了吗？这回一定抓，我抓住。不是，唐总，那天那女孩又来了。老孙，让她过来。谢谢孙总。唐总，嗯，就那天我干什么？就我犯错那天啊，在楼梯上跟您说话那小女孩，这老板使这个打。他今天又来了。对，在尤老师家。对，你们在这儿等着。所以 A B 大于或等于九，且当 A 等于 B 等于 C 时，等号成立。所以 A B 的取值范围为九
道无穷大。走，哎，刘老师，我们去读英语了，哎，好，谢谢刘老师，来来来，好了。那么，耶耶耶！我肯定能考上我理想的大学。英语，英语，啊，走走走，英语，英语，好给把孩子乐了。哎，哎呀，不容易。哟，豆豆这是怎么了？真的，今年的录取分数线比去年还高了48分呢。没有考过，这真是怎么谢您？不用谢我，你谢谢孩子吧。谢谢干嘛呀？考3年都没考上，老太太，我怎么谢谢您呢？那什么谢呀？你不是还替我们迎春按摩呢吗？对，好，那我先给您按摩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哎呀，等，孩子紧张这么些日子，你也带他回家休息休息吧啊。行，不给您添麻烦了，来妈，我太高兴了。带孩子回家吧。哎哎哎哎，豆豆，走，回家。强势，走，回家，快。豆豆，怎么了？豆豆，豆豆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唬妈妈，别跟妈这么开玩笑。豆豆，豆豆，你别吓唬我啊。豆豆，豆豆，你醒醒，豆豆，豆豆。要不送医院吧？啊，上医院，上医院。没事儿，这是正常的。有的孩子考完试之后在考场就睡着了，他就是紧张了3年，一下放松了。松大发了。哦，松大发了，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嗯，我为了孩子。唐总，听到指挥长。各位把所有一切已经到位，不等您一声令下，马上开始。喂，孙经理，听到废话，喂，马上给我停工，马上给我停，停工。直上直下的怎么上去啊？还是睡我这儿吧，我睡沙发。妈，哪轮到您睡沙发？您睡您的吧。不用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这太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这不好意思。就是这沙发，您这豆豆那么辛苦，就让他再好好睡一觉吧。好了，哦，好了，嗯，哎呀，小萝卜啊，真没看出来。你还真是个有心人呢。是，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嘛。哎，这尺寸对我还正合适。唐总啊，我已经不是一品顶上的员工了，所以没必要为您服务。这个帐篷是我自己为我自己搭的，看店长。啊，明白了。高考完了，咱们家总算扛到头了。豆豆本来就不是第三条路，一开始就不该指望人家。哎呦喂，你说啊，这离婚找上门女婿当钉子户，哎呦，这三条路，你说婚没离成，上门女婿没招成，就剩下当钉子户了。哎呀，这第三条路啊，老了，这首饰不是这么用。阿姨，你也吃一口吧。吃一天一宿了，该醒了吧。你这让他睡呗。哎呦呦，啊！我来。啊、到上班去了啊。嗯。好了，华姨再见啊。醒了，
醒了，转个身又睡了。这孩子是不是做病了？老这么睡着不行，到医院看看去吧。就是，哎，你别睡了啊，你跟我回去吧。还吃不吃了？哎呀，你盖上吧。我先盖上了啊。别睡了。这是十分钟。什么十分钟啊？你都睡了一天一宿了。是啊，那尤老师在外边沙发上都坐了一天一宿了。哎呀，您就让他睡吧，这就是累的。有的家长说呀，有的孩子考完试，连睡三天三夜了。啊？睡了三天？我这本来就睡着一个，再睡一个，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我就是打个比方。你别这么比方，啊？要是醒不了怎么办呢？不是，他能醒得了？嗯，要不然我把他背走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让他睡吧。反正大白天的，晚上再说。真行啊，我也得做饭呢。我做几个人的呀？您别做我的，我不吃。那我也得背着不是？有完没完？小点声。这房子你们看了多少遍了？小点声。还想怎么往小里算呢？小点声。去什么去？还不许我们老百姓说话？说说。就你这态度，我还不搬了？我当钉子，我当定了我。小点声，大妈。大妈，小点声。小点声什么呀？我干嘛小点声啊？这我们家小人是吧？小点声。坏了，老唐来了。让进来坐会儿呗。他妈还不知道这事。他可别说漏了。咱们有什么事好商量？商量什么？您想商量什么？咱们进一步说话好。借哪儿我也不怕，就你这干嘛？有事？干嘛这么小点声啊？有什么见不得人呢？来来，咱们这边说。上哪儿啊？这边说。这边。跟你上哪儿我也不怕呀、啊，真是的。你上哪儿吧？都好。你上哪儿我都敢跟你去。好，哎呦，真是，我说呀、啊。我这就动静大了，你那机器一响，可比我这动静大。好，不响了。啊，我是怕吵着上面睡觉的人，所以让他们停下来。哎呦喂，你要是能把我们家那睡了十三年的吵醒了，小点声。我谢谢你。我求求你。我谢你。干嘛？求求你小点声。哎，这样，我先走。别处转，这转一转。你我等，我哎，这就怂了啊！真可以。这不能呛着啊！不，他会吃。哦，十三年一直这么喂的？不会怎么办？那不饿着了？哦，呀，那他是不是也得喂啊？哎呀，不至于，他刚睡一天，饿了渴了，他自己就醒了，要吃要喝了。能自己醒哈？嗯。醒啊？没呢，就让他睡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要不我去找个大夫过来看一看。不用，他就这几年一直没怎么放松过，让他睡吧。那就好，让他好好休息，别打扰他。
别打扰他。那你干嘛来了？我是想住在人家家，这不大方便吧？我赶快去订一个五星饭店，咱们一家三口到那儿去。不用，就让他在这儿睡吧。好，谢谢你高考前没跟他相认。我当然要为自己的女儿考试着想了。你想啊，亲生女儿见到父亲，那该有多激动啊！是吗？对，对对对，再急也不急这几天，不着急。主要是我也不愿意让你不高兴。我来找你是想，我想跟你来好好谈谈。我们你还是那么自信，咱没什么可聊的，你回去吧。喝水啊！嗯，啊，等着啊，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去啊，等着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总算是睡醒了，就是渴醒了吧？行了，行了，就这样。豆豆，哎，喝水，醒了就喝点水。嗯，你睡了一天，多渴呀！醒醒，醒了吗？你不是醒了吗？刚才。哎，喝不了，你光喝，不知。豆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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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喝点，喝点，喝水，喝点水。行了，别贪睡了。哎呀，这睡了一天了，渴着了。油没了。啊？哎，来，你来，豆豆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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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喝。喝口水，喝口水啊。家里没油了。你这个啊。对呀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吧，我来。没事没事，再买点葱和蒜。家里不是有油吗？嗯，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不知道在这不方便呢。大妈，来给我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给您家里添麻烦了。哎，我放好了，来，疼。给您添麻烦了，大妈。反正。我这一个也是睡，两个也是睡。嗯，啊、哦，我来。大妈，您醒了，真不好意思，给您家里添麻烦。刘老师，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啊，你看，女儿在你家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，哎，没事儿，让她睡去吧。啊、她没有别的什么问题。真的不需要去医院吗？不用，这种情况很正常。哦，这就是高考之前实在是太紧张了，这考完了一放松下来都这样。啊，他什么时候能醒呢？哎呦，这可说不好。啊，长的呢有七八天的，短了也三四天。啊，不，你别害怕，也许一会儿就醒。啊，您这是，这不做饭吗？我去买点菜。哦哦，慢走。也许一会儿就醒。哦，我得给女儿买点吃的去。快快快！那孩子刚才不是醒了吗？是啊，刚才醒了说要喝水，我出去给他倒水，功夫回来又着了。哎，你说吧，这要有个三室两厅，再睡几个都没问题。巴掌大的地方，你说这男男女女都挤在一块儿，这怎么回事儿啊？这传出去也不好听。行，对吧？来，豆豆，豆豆，来，干嘛回去啊？哎，走，哎，你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我把他背回去。不行，睡着的人呢不随身，死沉。行，我有劲儿着呢。我给你找个人去。我找人？哎哎哎，不行不行，哎，你听着吧。来来来，我找人去。哎，
给您添麻烦呢。没事没事，我找人。喂，小萝卜，马上到齐大妈这儿来，没问题吧？别废话，快来吧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你轻点儿。哎呦，慢点，小萝卜。真够死的。行了。哎，慢点，行了。小心啊。我就不去了吧。你们公司对公司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懂，我去干嘛呀？对不对？今天晚上我们不谈。妈，您小点声，小点声不行吗？哪儿的事儿？真是的。哎，人呢？谁呀？豆豆和婉华呀。婉华，婉华叫的这亲着的，怎么着？还想人家在咱们这睡一宿啊？不是，醒了。可不是醒了吗？醒了人就走了。那就走了？你哪人家愿意窝在咱们这儿呢？又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倒也是。那我做饭了啊。车没了，人呢？可不嘛，两天，你以为你睡两小时呢？你当时睡午觉呢，你我都怕你醒不了。谢师宴是谢师宴，但是为什么要在他们家借呀？咦，你这个猪脑子，说了你还不听。他们家不是有个病人吗？怎么办呀？谁看着他呀？还是把他搬到咱家去呀？哦，对对对对对。那就明天吧。你真不嫌我累？你要把老娘我累死啊！爸跟您说了，您别站手了，您先坐，您歇着，先坐。啊，饮料呢？那边呢，自己找，眼睛出气的。啊，不用问。哎，我都说了，办什么谢师宴呢？不嫌累呀、啊？要我说不用了。大妈，这次我们家豆豆考试，给您家添太多麻烦了。要依着我呀，咱们都出去吃大餐去。咱家不是特殊情况，家里离不开人嘛。我就给您自己动手。您就行好了，您别问了啊。再有油烟，您走了。行了，那今天我就停着了啊。停好，怎么？哎，悠悠，哎，芝麻糊我冲好了，待会喂你妈啊。行，我来，我来，您歇着啊。哎。哎呦，脑子香啊。啊，是吗？哎呦，我都削好了。哎，给我帮你开两道线。摇一摇，不要骄傲啊！正常发不了，我有点紧张。要几头啊？摇一摇。哎，刘老师，啊，那个我那天睡了多长时间？你睡了一天半还得多点？这么长时间啊？嗯。我是不是不是最长时间的？还有睡三天吧？有，还有睡七天多的。那我不是时间最长的。不是，我那学生里边还有一交完卷直接趴桌子上就睡着了。哎呀，考不及格了、嗯？没有，他可能好像差几分满分吧。那为什么呀？他这他紧张呗，学习好也照样紧张，高考嘛。来，给，嗯。那我这不是？哎，来，我来，你甭管了，你弄别的。好。哎。不是你等会儿。你干嘛你等会儿，我认识你。你当然认识我了，你来尤老师家这么多趟，我是你萝卜哥。不是，哎，萝卜哥，我认识你后脑勺。哎呦，没礼貌，没礼貌。哦，我说我认识你后脑勺。你真是个奇葩。你才奇葩呢。人家认人都认脸，你可好，认识人家后脑勺，你说你不是奇葩，谁奇葩？妈的，打我！你看，阿姨是他先动手的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跟你说，是不是上一次你原先在门口一大奔车里边，然后你一有人过，你就趴方向盘上给人看？没有，就是你，你记错了，就是你。那天是你睡着了以后，我背着你下的楼，你在我后面，当然认识我后脑勺了。不信你问你妈，干什么呗？吃饭，吃饭呢？感觉没了。
弄错了。哎哎哎，别提了，又烫死了，烫死了。哇，这一桌子饭。你们看这流哈喇子，哈喇子吧，一会儿吃更香。哎，到了，我要出来了。哎，哎呀，要说这婉华这手艺，那是了得呀。反正五星级饭店的大厨了。对呀，要不然能把我养得这么滋润的。来了。哎呦，这我能不来吗？这豆豆的这个庆功宴，我这当爸爸的能不来吗？你说？菜刚上桌，吃饭的就来了。豆豆他爸爸闻着味儿来的吧？哎呦，大妈呀，您这话算说对了。这围墙一拆，它就是好。这个饭菜的香味儿，它是香飘万里呀。来来来，赶紧坐下吧。那我得挨着您呢。来来来，王姐，哎呀，刘英，刘英，姐来了。我刚给我妈喂完的饭，该你了。来来来，刘老师，好，给来个开场白吧。我还来来来来，说什么呀？就是庆祝豆豆考上大学呗。我补充一下，祝贺唐豆豆同学终于告别七年高中生活，步入大学。哎，我闺女她就是要